Hello， 又是我 Sally 啊。嗱，嚟緊禮拜五開始，一連三日喺香港會展嗰度就會進行一年一度嘅香港高級視聽展。我哋今集咧亦都搜羅咗一啲消息分享俾大家。唔講咁多啦，即刻開始今期熱話。聲望音響是香港發燒界的代表之一，今年依然在二樓225室帶來多款怪獸級發燒音響新品，其中就有身價接近86萬的德國 AS Estella 黑膠唱盤，重達88公斤，搭載空氣懸浮和摩打轉速管理控制技術，轉盤部分由三層物料組成，頂部兩層可以懸浮在氣壓彈簧上面，內建傳感器還會自動調整唱盤的水平，轉盤採用皮帶傳動，雙輪系統平衡驅動可以減少轉盤運行的時候潛在的信號干擾。而另一個焦點就是身價達到250萬的德國 Celestin Reference Ultra 座地喇叭，用上三路分音設計，搭載一個 33mm 全錐體高音，一個 180mm 全錐體中低音，同埋三個 220mm 全錐體低音，仲有三層全錐體三文治振膜、Duelingcast 電容同埋 Moondorf M Connect 接駁端子，同場仲有身價接近53萬嘅 Condo Japan G700i 前級，同埋定價達到32萬嘅 Vinyl Rossi Brahmagen II 前級嘅登場。當然唔少得話題作 DS Audio U3 黑膠唱頭啦。詳情同埋優惠推廣產品資訊就可以參閱翻資訊欄或者係新聞中心啦。OTG 今年在 Hall 3X17 攤位亦都展示多個品牌的新品，包括 Lotto、 美國 Benchmark 和日本的 Sound Warrior 的耳框解碼器桌上播放方案，今次還引入了瑞士品牌 Gaudio 以及是德國新興品牌 Seegeist 的新品，而今次最焦點的就是 Matrix Audio MS1 串流播放器了。它的設計非常獨特，用了幾百個圓形孔去展現動感節奏理念，新機搭載兩組 AKM AK4191 和 AK4499 旗艦 DAC 晶片，左右聲道用上獨立設計，支援 USB、 光纖、同軸以及 IIS Alphas 數碼輸入，內置 MM 和 MC 唱頭放大器，高性能時鐘系統提供低至45飛秒的超低抖動聲音信號，音質非常之清晰。附帶前級功能版本定價就是81,680元，而無前級版本的售價就是70,980元啊。OTG 另一焦點就是全球限量只有150對的瑞士 Gaudio Toddy 入耳式耳機，開價就是12,580元。這款耳機採用雙 6mm 定制動圈以及雙 nose 動鐵混合式單元，腔體內部設有 Gaudio 的自家設計 ELC 聲學共鳴部件，可以提升中頻表現和減少反射雜音，雙動圈以 push-push 對稱式結構設計，有效控制振膜振幅和加強空氣流動，耳機附送可拆式 2 pin 插頭 6NOCC 無氧同信號線，用家可以按需要自行去更換 2.5mm、3.5mm 或者 4.4mm 的插頭，接駁非常之方便。想入手這一款全球限定耳機的朋友，記得要早點去搶購啦。今年 Soundwave Audio 在視聽展帶來全新的 OXS Thunder Pro Plus Gaming 聲巴，它是一款針對沉浸式遊戲和娛樂體驗而設的 7.1.2 環繞音效聲巴，售價就是4,980元。 Thunder Pro Plus 不單止繼承了 OXS 品牌的聲音特色，今次還支援 Dolby Atmos 音效，而機身設有金屬感 RGB 燈，能夠隨著遊戲場景去變色。新喇叭機身長60.8cm， 搭載10個實體喇叭單元，可以提供高達9個聲音方向定位，更配備首創的衛星頸枕喇叭，增強後腦位置的音場包圍感。預設 FPS、MOBA 以及 RAC 三種音效模式，想親身體驗 OXS 全線聲巴效果的朋友，記得要去 Hall 3 B03 Let's Go Audio 攤位啦。另外，他們也都有不同的焦點產品分布在 X13 Soundwave Audio、 C03 DMA Audio 和 F03 英京的 Booth， 打算親身去體驗焦點產品的朋友，記得要去感受一下啦。
今年 HK 六八喺 Hall 3B02 为发烧玩家提供全面嘅黑胶体验。今次分为发烧器材示范同埋黑胶初体验两大主题。发烧器材展示区会展出多款高端唱臂、发烧线材以及系 MM 或者 MC 唱头。现场仲提供唱片清洁服务，欢迎大家自备黑胶唱片嚟到体验全球唯一嘅120kHz 超声波技术黑胶唱片洗碟机 Degreter Mark II 嘅效果。至於試聽區會展示多款唱盤系統，價格由2000多元去到20000元不等。佢哋仲絕對歡迎大家攜帶自己嘅耳機同埋黑膠唱片嚟到即場試聽㗎。現場部分唱盤仲支援藍牙同埋 3.5mm 耳機接駁，俾你可以體驗到另類嘅黑膠感受。HK 六八仲提供多種唱盤嘅配搭方案，即時去提供唱放、耳框同埋主動喇叭嘅選購攻略。有意去加入黑膠呢一個大家庭嘅朋友，記得要把握呢個機會啦！Sennheiser 今年在高級視聽展會以 HD620S 封閉式耳機同埋 Momentum Sports 真無線藍牙耳機為主打。HD620S 耳機重670克，它擁有150Ω的阻抗，最大特色就是配備愛爾蘭生產的 42mm 動圈單元，可以提供好像喇叭這樣的結帳音場效果。即場購買還會送你一條 4.4mm 的信號線，而 Sennheiser Momentum Sports 真無線藍牙耳機支援體溫、脈搏感測，擁有 10mm 動圈單元，對應主動降噪功能，擁有24小時的續航力，耳機配備 IP55 防水防汗能力，亦都可以透過 PolarFlow 應用程式去分析運動數據。想親身去體驗兩款 Sennheiser 耳機的朋友，記得去 Hall 3C03DMA 的展區啦。值得留意的就是會場有限定的購物優惠和小禮品，詳情就可以向職員那裡查詢啦。會場內的新品和優惠產品非常多啊，不過會場外的優惠亦都同樣精彩啊。 P&O Hi-Fi 正在網上進行 Perlison 加 Mission 加 Lake 夏日賞推廣，優惠就由即日起去到今年9月1日。入門級兩聲道組合 Mission 778X 合拼式擴音機加 LX1 Mark II 舒架喇叭，原價就是7360元，夏日優惠價只需要6480元啫。家庭影院方面 ，Perlison 會以 5.1.2R4B 舒架喇叭系統搭配雙十寸超低音喇叭 R210S， 原價就係187400元，夏日優惠價只係需要159480元。佢哋仲有好多款組合做緊優惠價㗎，想了解更加多優惠資訊同埋產品細節，就可以睇翻呢條片嘅資訊欄，或者去翻 P&O Hi-Fi 網店嗰度睇下啦。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 like 條片，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還要按個鐘仔，喜歡的 share 給多些朋友看，還要留多些言，不說那麼多了，我們下次再見吧，拜拜。